大家好，我叫阿莎，今年我是11年级学生，我是印度籍美国人。我来 ICS 的时候是5年级，那个时候我很担心交不到新朋友，害怕融入不了新环境。但是老师们很和蔼，同学们很热情，让我很快适应了新环境。在 ICS 上课的一个最大的优点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都很好。有时老师们不仅在教室帮我们解决问题，而且他们也帮我们解决我们生活中其他方面的问题。ICS 的老师们认真地指导我们，使我们在学习方面取得成功。除了教我们主体科目的知识，他们也教会了我们恒心和耐心，让我们成为更好、更勤奋的学生。ICS 改变了我的性格，让我成为一个更加有礼貌的人。几年前，我是个非常没有礼貌的人，我会经常打断老师们的课堂。我很叛逆，但是老师们很耐心地陪我度过了我的叛逆期。ICS 让我了解了基督教的世界观。耶稣说我们要爱人如己，在 ICS 老师们真的爱他们的学生，并让我明白了爱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。我在 ICS 接受了很好的教育，也接受了高尚的品德教育，所以在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引用我之前在 ICS 学到的东西。我会想念我的朋友们、老师们及其他的教员。